啊，知道你叫妖師嗰個，到底會字有啊？如看到我到底抓會寫到豆字哦，快掉，快掉，快未掉啊？字正忙啊，快未掉。一路相信，即个抓里面写掉的字啊，是叫做耶稣爱我。相信啦，相信啦，相信啦，解释嘛？我大部分相信啦，有解释啦，我叫人冇相信啦。咱相信啦，对我白听，耶稣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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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怎？哇，太平安了！特别唔晓我声耶稣爱我，你真清楚我声耶稣爱我。不清楚啊！咪叫人请丁坤啊，丁坤你行来看咧，这字是耶稣爱我。是耶稣爱我，是耶稣爱我，你睇我听。耶稣爱我，感谢主。请字，他哋耶稣爱我，他点声？你感觉到耶稣爱我，我会无想咧？他们所谓做这个 experiment 来看。但是姊妹，当我无看到这字，但我相信，这本写了耶稣爱我，你就感觉到啦，耶稣爱我。虽然你无看到，你看不到，但你熟悉写耶稣爱我，熟悉到这本耶稣，就是讲爱我。但是你无看到这字，你相信，讲这个是耶稣爱我，你很屌就感觉到耶稣爱我，都平安，是不是？但是有的人。伊无相信，耶稣讲啦，伊无相信。但是耶稣讲出来话，伊就是爱了伊个人。这是一个熟悉的物件，耶稣爱伊。到尾一日，伊来个见面，看到耶稣了，或者看到耶稣的这个死的字，耶稣爱我。伊马上个相信，哦，明仔是写到耶稣爱我，明仔是耶稣给我讲伊爱我。但是另外，想看伊咪谈到平安，无想到那平安，迄个听到。已经相信了，现条就心内面感受着啦。这是啥物呢？信心，大家讲信心。信心。信心啥物？就是你目无看到的点声，你就感觉着啦。信心啥物呢？物件还未发生，但是伊头前要发生了。你相信的点声，当然你相信的点声，你已经谈着啦。你相信的点声，你已经平安啦。还能起码你会平安。所以我今天拜佢叫我去讲物件，佢差我哋拜点声，我讲对点声，佢讲你巴上帝点声，是不是？对上帝点声，你祝福点声，咱系超望天大，咱望去寻上帝点声，咱去望去他上帝点声，咱望去祈求去当上帝点声，等佢瞧到上帝点声点声，人哋只话叫做注意条物件，叫做开始有财富了，我哋讲阿伯拉罕是不是？伊当上帝点声，伊未单。伊当上帝点声，伊邪道；伊当上帝点声，因为伊无相信上帝话，上帝讲是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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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真。结果你看，伊家庭出现了灾祸。但是话，今日我讲讲，你要学啥物件？你唔单止拜上帝点声，你未晓享受，来讲享受。其实今日千万你会记啥物件？咱会生命在你主的点声，你相信耶稣爱。我把你们两个人说等你相信耶稣爱你这个开始人之外你心无平安但是日子无论好的事情发生无论日子多久多长你会记耶稣爱你等你知道耶稣的爱你看过你的事你无好的事情你等到日子就是在你享受来讲享受所以姊妹从一开始都被享受到啲上帝点声咧，啊话到现在，他们先念传道书，伊拉写诗，传道书第三条一九十一节，传道书第三条一九十一节，伊拉写诗啊，等等，诶，本学霸。本学霸第三条
一九十一节，很好吧？3 ayat 1 sampai 11. Contoh suti sahaja ikan cair. Jadi lah, apa kena ikan? Jadi dua sen ikan ni, si kijai, lang sen iki, apa kena ikan? Jadi yang kau kuan su lo u tiangki.天下万事拢有定时，落来就讲生有时，死有时，在即有时，万出所在即个有时，太杀有时，异地有时，天会有时，建造有时，好时笑有时，哀动激心有时，跳舞欢喜有时，点石头有时。对接石头有时，坏破时无坏破时，吹掉有时，失落有时，破修时崩杀有时，听力有时，受波有时，安静时讲话有时，欢喜当下暑假当下有时，煎熬当下有时，见证有时，和好有时。啊！我看咧做事的人，特别落苦，顶有含一处咧。我看到神叫人落苦，可以人在伊其中受害咧。神做阿弥各案兼声，才会庇护，佮将阴世放在伊世界人的心内。但是神在伊头，佮佮尾的作为注意啊！佮要注意啊！人地在叫兵兵，我以前我佮就讲。我就介绍啊，沉土沉头，人无在调兵兵。兄弟姊妹，咱个一生日子，其实各项物件发生拢有时个，因为掌握在你上帝手中。兄弟姊妹，若是讲兵兵真理，你知讲你生命在主个关系，主疼爱你，耶稣爱你，都免惊咯。可是老爸未好，伊所疼个结袂好个，正经讲。然后耶稣讲一句，国个民讲你天顶老爸，比你土下老爸苦卡好无？伊就敢未将国个好念了咩？所以担心啥物？你烦恼啥物？你紧张啥物？因为当物件拢发生拢是有时的，惊你起有时，等你起了你个倒来你是有时，那是你起的当下，就话你经历世界上起的当下，但差不多是个倒来，因为你起的当下，你需要个倒来，那是讲你无你学袂着谦卑。你学袂着破碎，你学袂着疼爱，你学袂着一个啊苦，一个珍惜，学袂着一个可惜，到底是具体来的。所以起人则表示，落人则表示。那上帝块提拔都起了，必须会点啥？就是学着提，学着一个咩功课，经过磨练了过后，然后你生命改变了，会做过了，会自己的生活隆重到你上帝真理内面，上帝原则内面，你活的生活无常了，然后对人对事的态度甲心情隆重无常咧，就上帝块叫装修起来。所以起就是。要注意，做生意就睇有时有时有时准有时准有时准，人生有时，死有时，真正有时，跳舞有时，欢喜有时，激死无时，笑有时，哭有时，和好有时，分开有时，各项物件都变一个时准来嘅。系咪？另外，既然安尼款，头前物件如果有项物件改变，其实咱未改变，因为上帝已经定死咗你生命。你只要做成物件，就是卖个上帝价，第一个卖个上帝价。对，要我的这讲，我是卖个上帝价，将你生命交予伊，享受到底个条件，你就开始平安。主讲伊听，你看未着，因为你未行到头前。当你在平常时，阿未看到人家，你变安尼，你就相信啊，做爱啊，你唔相信，你是行到尾，行拢个真是天顶个，行到尾，我来看到耶稣爱你，但是嘛，
想看你健健力，但是你行的路坎坷，你不要享受。所以咱要享受，来去买看。头者，甲你记白讲，享受单念不是啊？那现在怎样？人咧是只邪讲的，唔单的，他们面有很有乜性，很有化掉，很有弹掉，很有解决就是。咱来看圣经啊，当以赛亚书艾西啊，第四十章就背咗十页，你讲艾西啊，以赛亚书，艾西啊。Isaya, Isaya, Isaya 28 sampai 31. Isaya. Sehingga langkong, lu takkan mencaya ma, lu takkan mencaya dia ma, insya isi yawa, congco dedeknya cu, cong lai empat yasin.免不爱困惑，伊个智慧无办法通测度。伊那是讲啊，即个亚线的一树林啊，乱了的亚树林啊，就是少年人也咧经历啊，亚线加爱困，强壮的本会在条完全活到。为我的当头摇娃的重心贪婪，伊人咧想个 A 咧拍开伊人的心，向云顶飞去，伊人奔走却无亚线，行路奔无亚线。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在内面，还是一世人会经历的人面一场面样。我看到各项代志，各位生命人的生命，拢总一百多一万六。他们看的人应该不了了，就是伊会晓探讨摇摆啦，会晓担主的人，享受到你担的中间，这种的人未亚善。哎呀，怎话咧？你讲我系生命，一这时阵，唔是安尼款上个咱想象的理想的，就是到到达面前要按照咱的掌声，按照咱的心意，甲按照咱的情发生了了。你未来就是未来的。阿未到点声，就是阿未到点声的；阿未会看到，就是阿未看到的。因为上帝做事不是点声，不是对点声。那即卖，咱吃这时阵，咱未当用咱看到吃亏；咱未当因为咱看到危险；咱未当因为咱感觉到，咱人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但上帝目睭唔是咱看的，上帝到底面顶会看到来点声，看到伊听见的点声，你知影？伊要到底的生，伊家己的生活有虾米款的计划，你看袂着，你看袂着。伊知影虾米点声，甲何伊代志发生，虾米点声何你应该何做，是对好的。你唔知，我常常讲笑笑嘛。我十七岁，我记都未教完，要娶某，好个仔，上帝无我娶某，我二十七岁来个娶某，十七岁娶某，个你离婚归到，对不对？我未晓笑某，还没有听某，还没有歌某，阿唔猜过年阿咪晒字哦，啊，是一个笑某咧，十七岁，啊对啊，佮十七岁上帝哦，我只是阿咪说咧，因为我教完有点声，无教完有点声，点声未教。点声未够，但是姊妹，今日你生命，我系生命，唔是你话。你若是讲会晓等，你今日睇到平安，教唔成就。今日上帝唔话等，唔使话等。我祈祷对来，我继续祈祷，因为我相信，阿咪，耶稣爱我，你讲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你都相信耶稣爱你，你都无惊，你都好努力。你若相信耶稣爱你，教得点声，你就要看破的。你若相信耶稣爱你，当今你若是无何如变好，点就是对你最好的，因为无暗点声哦。你若是享受大一大听候的点声，单的点声，你生命就平安了。你都无紧张，无惊呀，你心灵
你的生活当中充满能量。下怪伊赛亚讲一句话，那是你要等，你要等，你生活无常，你要等，你就累了，你要等，你日子就开始改变，你要等啊，兄弟姊妹，你生命就开始经历迄个真正的福气，甲真正的平安。迄个是大地个催发生咧，就是大地愈敬等上帝，了啥？愈敬等上帝，了啥？你才会看到的。当你讲等的了啥，姊妹？当你讲未去等的了啥，你注意到啥物件哦？等的了啥需要咩？需要你来的。等的了啥需要咩？需要点声的。所以今日若是讲你未等来讲。我讲讲你没有代志发生嘅，因为今生不是你管的，日子你就要过的。你来打一点声，看到面头前紧张啊，怎？我甲你讲了吗？你上天也所爱路，你上天也所爱路，你上天也所爱路，一直都看不到。你若无上天也所爱路，今日你若看未到也所爱路，今日坐到也所甲你讲也爱路。但是你看未到，你就无平安。但是我甲讲，伊原在爱你，无放手啊！你虽然看未到伊，到阿尾你是看到伊，但是你见到阿尾看到伊，家己受苦，你心无平安，但是你无平安。耶稣在头前已经为你预备了，耶稣头前已经教了两次约翰啊，但是你心就是无平安，你心就在痛苦，你就埋怨，埋怨这个，埋怨这个，看未到这个，看未到那个，就紧张。耶稣原在爱你，在紧张两声，你在埋怨两声。你當你亂講話，有啥上點咬你？喺正經嘅話冇聲，就是你自己艱苦。你感受唔到上帝愛，你體會唔到上帝愛，你經歷唔到上帝愛，你都冇信心。你剛剛俾我講，耶穌你是天父，但是你扮唔看到。你未享受到的日子，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十节讲：我的意念管过你意念，我的道路管过你道路，天啊管过地造谣，我的道路啊管过了道路，我的意念啊管过了意念。有只船啊，一个游船啊。就失事啊！失事一隻渔船就沉啊！我因爬坡弄到把我因爬坡，渔船人死了出去啦！这人就诶，把手摆归因飘起一个岛位，伊请起来就那看渔船那刚刚啊，伊等到真无真啊！伊开始绝望，开始感觉讲一世人发悲。就俾嗰啲多人成話，為到叫聲，為到發奮圖強，因為我未曾咧試，我就俾開始計劃，我就俾多去做面，頭陣我俾去填住，對唔對？呢度受注意去嗰啲花樽裏面，翹翹啲茶啲嚟咧，咁聲，我喊佢做面，白嘅眼，日，陣陣面嘅眼眼淚咧，等等開始起一嚟，先至見佢全可以炸熱，炸紅，唔得。起了开始，到底大点声，到底啊，有拍啦，有跳舞，有班长，有财政，有热情秀，还过生活，你知？为了大点长的点声啊，点声，规那规只了过后咧，有一次点声已经拍啦，一拍啦，规来等等夹了一夜之类拍掉的情绪，规规都看只还 end 咯，一阵的 end 到底也出位哦。走掉来搞个伊个厝个点声，伊看伊厝烧个要了未了？伊大伯对了神冤家叫兄弟啊，兄弟啊，你是要我死哦，兄弟啊！我从每每一间厝里面将我押金交你，是怎怎啊？我死去，你望我老娘，望我老来看到咪？大伯好气，从那边好气好气来。跟住红娘就坐定住来。嘿，你起车来了，可是大灯就来了。
会会的来吧，来吧，你老天，你看，他的骨头堆一个上班几个的准备，你看，不可得意。有人讲，我本来是被这多了有人的，我唔知，我就是看到这种 N 有人帮，就这个 N 啊，有人帮 N 啊，帮这个 signal 啊，对不对？帮 signal， 然后我看到这 signal 来转个转过来，这个多来面，暂时有人帮你，我归你藏起来，你归了给他说好处，知道吗？那我搞唔到，我误会啊！我天哪 ，sorry 啊，咁样，咁样，咁样。你在亚索做一条活物，你在亚索烧掉你存在的活物，都唔知。但是亚索烧掉你存在的，咁就看唔到啊！你头上面夹住咩？乱咩乱样？对不对？耶稣那是讲做你是把你舍命做到无边界，家人能别担。我就注意看到耶稣的点子啊，我就注意享受耶稣的点子啊。那是你要学着享受耶稣的点子啊，姊妹。你的知识大概只有两样，无论你感觉好歹，你会记住物件。耶稣，阿门。耶稣，伊无怕死。我以为你看不到，但是这边不一样，那耶稣在。阿门。哦，享受单一件，这单就是有路的好处的。会记，单有时，谈就不如时。阿门。这单就是是对对对好的东西。安静点声，那是对你好点声。你爱好安静来，享受来安静声，你就会听到上帝的声。阿门。第二来看，你学享受什么？来讲，学享受迄个过程，即话个前面个好变化，过程 ，process， 给过程就 process， 过程。journey 过程，要享受的过程。那下次买，咱常常爱的结果，咱买过程，冇可能抢物件。有结果无过程的，这个是有过程那个结果的嘛，对不对？你生囝要十月日喷射出来个生命呢，无可能的嘛。生命就是等啦，是不是？对不对？这十月日我感觉非常之好，我咧听啊，一种十五哇，咁要死啊！你阿公啊，就是撸啊揪你头，你阿头，我就是撸给你害我，害我，害我了，帮我给我生囝啊！滚出来，咁就，但是你听个话音啊，我了伊点声，跟伊解分钱，哎，讲卖声卖声，咩伊咪过来死，对不对？但就有过程的嘛，无过程嘛，结果。啊，发生嘅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啊，第五章第五节嘅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嘅第十节。正眼讲，有人细汉嘅时阵吼，啊，这个啊你啊你老嘅，就是有人正人也拢要用强臂来束腰，避出时候，因为神阻碍你脚步啦，温书吼你强臂啦，注意啊，所以有人要自卑。好多啲屎就落嚟啦，嚟抽嘅，舊咧點聲？大家講舊咧點聲？一點就可能成完，讓你將一切嘅煩惱交俾因為伊看過咯，伊過量咯。但係基本上就係咁樣，聖經彼得一世人冇攞只講過，你講舊咧點聲？舊咧點聲？上帝都將我亞倫。教了东西，上帝咪是会晓将人压关，所以努力会晓去享受咧，点声的过程过程。看你怎样，讲这时阵，咱达到希望就是去，咱达到希望迄就是，未一下看到结果，卖有过程，这是人的幼稚。这是人的武功，这
这是人的切嘛。上帝若是讲按照人的心意来行事，这个世界的大乱，这个世界的路都是黑暗的，因为无人爱过程，拢总爱结果呢。但是嘛，上帝有上帝的智慧，本来是要放平安，对心情来享受自己，对生活，对看到啥物件，原来我自己生活是安尼平安。虽然问题啊，济话开始啊，济少个现象一大堆啦，但是我会晓来做白动行，会晓来做白白交通。会晓来亲近主，靠着伊，互伊带领我自己脚步，看伊到底我自己的生活来袂做事，我来自己生活平安，自己生活充满欢喜啊！人看袂到，唔是讲上帝有祝福，人看袂到，因为人卖去真正去思想上帝祝福。所碎上帝祝福，那是不去碎上帝祝福，对不对？都来忍到他碎啊！那他忍不能看到，不对了这位神啊，不被抨击哦，安怎被抨击哦？不但你自己面行义气的道路，你面行的这丰盛的道路。今日敬仰神，即个过年啊，大家一起咪喜咯。我想教，来听下一句话：，你敬极心来过年听真，对大家未歹观念，是不是？对不对？今日特别过年，是不是？你敬欢喜，今日我敬欢喜来过我今日。大事未解决咧，对不对？这个事情接上这个日子要过啊，对不对？但是我哩无想咧，我话今日欢喜来过今日咧，我赢了今日，我赚了今日；我话今日心来过今日咧，我就了了今日，我失败了今日。我哩惊啊，大事为啥我未解决？但是要相信啥物件？人是信耶稣的，不管你别讲信耶稣的，你相信什么？耶稣爱我，别讲，你别讲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你别惊，你对了耶稣，惊就是不错的。到底这个伊拉阿爸的沙漠，为一百年牧民族啊，伊拉永远未强着来。你若是讲知影讲你。这个中东的阿伯的沙漠，那种很可怕。你无人脉的，你无钱，你未钱，物件来行一路山，因为风顺吹来归山，敢那归山敢那来，归来山我来行。但是我们讲，伊永远未怕我。伊人是不是专门啊？专门导游啊，做导游啊，拖街。做导游去带人过咧沙漠，安怎样会袂怕？原来人是秘诀啊！伊人为啥物过沙漠？点子啊？伊在咧带了一只狗，只狗啦。然后只狗位咧，伊人会狗的脚位咧，就绑一条长的线，又又轻轻的。每次我咧行，伊人感觉无对平啊！伊人就会无 direction 啊，无方向的点子啊！伊人将只狗绑起来。后出来，哎，狗背。那人画面就方向，但是狗永远未记事，你知？你知？伊人 instinct， 你知？伊人有咧自然的敏感，对大自然的敏感，伊人要垂坠，伊人去垂直，也自然的。所以等咱放咧狗，伊人当时从放后来对着伊狗行，当时啊，对着伊狗行的嘛。因我未行出去，夹到个出来出去，你啥物？所以咱个名咧，等阿伯多解叫阿咪名，叫做带格子的人，带夹囝。
所以当伊人嘅城里人啊来到你所在，就要背只山山讲你点声咧。伊人去找只带夹囝，一只专业嘅 professional 咧，专门带人背只大山咧，可以你咧就坐你背只大山咧，你未肯去。相反，咱叫做生活本身，那是对了这些传达的，你怕迷信不？一点都丢，因为耶稣爱你，阿门。你相信耶稣爱你，你相信耶稣爱你，今日心就平安的。这个鬼叫做鬼，这个精叫做鬼，这个迷叫做迷，耶稣爱你。伊无放生，你看面对爱，你不好，你无尴尬，伊爱你好，伊原在爱你，因为伊甲你讲，伊爱你就是爱你，伊无放生你诶，阿妹，只要你相信你生命，家己改变，阿姊，要享受，就是过年诶，阿姊嘛，我讲过年残酷诶。过程是很艰难的、哦、过程是很模糊的，真像蒙的，过程像迷惑的，你消化你在山坡里行，还没看到山，还没看到水，还没看到岸，还没看到这个站，还没看到树的了，这个心情是怎样的？但是我跟你说，头前一定要有终点，头前一定要有目标的，上帝传给你，也即卖，你的目睭若是看你生活，你就开始惊了。你目睭若是看上帝，知影伊疼你，你就平安了。所以人的目睭是看你身躯，看你生活，看你银行户口，看你入息，看你欠的钱，看你日子，你就吃痛苦啊！你听，认真讲我诶。但是我每晚都笑，都看你面问题解决了。你嘛是未解决，你嘛是靠要靠祈祷的。真奇妙的了，那是讲我靠祈祷来讲，你生命才平安；那是讲你未晓，大家就是为了这样物件方法。我解决啊，那归哪来？我无朋友啊，我是我解决造成了无职能。伊拉有一个结症的，你知道吗？伊拉结症就是讲，伊拉平常无欠钱，啷声，到底现现花啷声，甲当今伊拉欠钱欠了债来做主的工的啷声，迄钱是五项物件，你知道吗？反正对伊拉感恩，伊拉学了主，伊拉欢喜，到底当今伊拉欠钱啷声，家己家庭平平啷声，伊拉做主的工的啷声，看到人的生命改变了呐，迄个现钱了代志啊。烦恼对呀，不是可以感觉痛苦，唔是可以感觉累烦恼的。但偏偏呢，唔走累，你咪走去播，所以人惊累了去，人要贪骨借累，所以人怨人个累骨借，因为伊人贪心，所以人个累输个了，伊人倒去，当今伊欠人个累，然后伊白起来，然后伊运债都显掉阿龙，显掉银行，显掉电视柜借，伊人运债做主的工在学晒咧。其他要改过来人，你系家庭病病，但是我讲嗰啲兴呢种大事，算你全家计嘅，同讲，伊人生活是欢喜哦，伊人生活是有意义哦，伊人是有平安的，有平安，管你做咩事病，管人开始相信耶稣爱人，伊人享受的。耶稣改变的人的过程当中，虽然有小微妙，但是自己都微妙，也都微妙，你不要无在管。微妙的生命起来，伊的生命有希望，因为伊人信耶稣听的，伊信耶稣改变的，伊信耶稣就能看开。最后，但是要有享受的，有享受。磨练，磨练本会享受的，当上帝磨练咱的生命了，怎？本是一个享受的，咱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
1 Korintus 12 ayat 7 sampai 10. 12 ayat 7 sampai 10. Korintus Jensu 1 Korintus 12 verse 7 to 10. Nampak pula. Waktu yang sangat ini pula, waktu yang sangat ini, ibu bapa kesi sangat dia, waktu kesi dia tua. Kalau boleh lagi, waktu jualan, waktu jual pun. So ini untuk kita cikai dari waktu sibuk ini, jadi sedang tanya lagi orang kita, biar dek, wah, boleh di jualan, wah, waktu tiada waktu kau dapat sih kerja kerja, masih lagi cok, wah, lalu ding dong,震撼。保罗竟然会享受魔鬼来攻击伊，因为看到一个原因，他们是魔鬼来攻击伊，因为都是伊过头灵验，伊的生命恩赐真大，上帝允准魔鬼来攻击伊，好叫伊未骄傲，知影伊是普通人，需要挖苦主，这样子啦。为了这个代志，我三道求会主叫这个七里彪啊。伊对我讲，我恩典够用，因为我的灵感都伫人的软弱，更加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加暑假花我家己的软弱，呼求基督的灵感来保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以软弱、坚强、极难、必备困苦，为何欢喜？为何喜乐的？我们要先软弱，他们要先就刚强起来，明白？这是你的感情，你会感受到保罗所感受的件。保罗就讲了一件，我享受的主怀我。主若让我痛苦的代志呢，我感觉到痛苦的点声，我来求告上帝点声。我开始明白这个真理，原来我是人，我不是神，我要讲给你。我今拄到的痛苦，我感谢主。主，我真正看到我自己的卑微，我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我听着这新的技术，迄个不是代表我的未来的，迄个是代表上帝的未来，代表主的未来。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那是无我做的我耶稣。伊知影喊伊属于的公平，伊公平点子，伊享受。每一个公平点子，我挖苦主的嘛，我软弱个人的点子，我就替着主的啦。我软弱的点子，我就开始靠主的工作起来。我享受这个样子，我享受这个华严的功德。伊让我更谦卑，伊让我更知影我卑微，伊让我更珍惜每一个点子，伊让我更敬畏主，伊让我有真正见证，伊让我更明白真理。伊让我甲主的关系更加亲密，那是无我伫来伊好势，点子我伫来离开主。当我痛苦的点子，我要挖紧主；当我挖紧主的点子，主的力量来保庇我的点子，我可就拜敬力主，我可就拜知影我是人不是神，我可就拜看到我家己的卑微。上帝伟大，原来都是华人来的，本地用事，人情。会学到这个功课，若是讲到学到这个功课，你就会享受的上帝的点声。但是嘛，大体咱人的这个生活底起来，就会紧张一点。这些时阵，咱想讲代志发生，咱想讲，咱人的生命。有时阵呢，是上帝无看到的；有的时阵呢，也是外头感觉着讲，像上帝无在医病呢，然后迄个代志，安怎发生在你外生命，安尼坎坷，他们是上帝无看到啊。我要讲一样物件，个是，咱人生命无意外的代志发生着，无意外。有上帝恩准，但是无意外的发生。不消化，那是讲咱人的生命，到底上帝手中，有意外的代志发生，咱人就真危险了。咱的上帝就是全知 ，omniscient 全知 ，omnipresent 全知，你上帝啊！
咱相信上帝是全在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我对咱的生活顶上的生命是无意外。有一个牧师啊，名叫叫做丁丹，这个讲字嘛，一来个老会，他妈拄到是车祸，车严重车祸，无死人。一停车起来，将车偷出人都，伊个这个乡亲朋友在讲，牧师啊，你拄到意外，伊在停车起来，将车一烧这个字。伊个伊这个乡亲朋友讲，昨天晚上生个无意外代志，无意外，只有上帝恩准。伊好变，伊讲个前途，伊讲多无意外代志。所以今天基督教无意外代志，我蛮惊。叫做咱生命就无必要，去啊路，危险万全，浪中都是主的同在。就算你危险，你未提掉你命，那是主无平准，万全，但是只卖都无人在掉，做人的生命，只要你不要去，咱就要点声去，上帝为咱落到低谷的点声。伊都让人经验低谷，让人注意，把人恶的光顾，让人多的低谷来享受上帝。那这个人，那我跟你讲啦，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都是吃物件有看到，但咱都是吃物件，咱就低水苦乐，是不是？咱一世人，未使当只低音的。今仔是要叫我们，我爱阿伯疼，阿咪物件歹吃，你顺利今仔同佮讲啦，第好就当第三对吃阿伯疼。每个小孩都三杯吃阿伯疼，都是海鲜，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个胃淡，人人也因为人辛苦来面啊，这都需要甜，不需要苦，不需要辣，不需要酸的，因为这是咱辛苦的构造。人生你是来看的，那是你上足到你管到健的味道咸的滋味，你上足到你咸，你变健的味道怪的滋味。你做到你甜的所在，你未经你苦的咧经验；你上到到你苦的所在，你未到你甜的位经历，喺你甘甜。所以上帝咧奇妙，上帝好似人生有味素，好似人生有色彩。你人生就叫做经历甜、苦、甜、苦、酸、辣。你人生也叫要经历所有人生所谓经历的意义。把这个叫做人生，若是讲一个人讲我卖这人生别，无可能来钱，因为你是一挂呀。这人生都要经过，但是话，你若是讲会明白真理，今日听会明白上帝的话，你就来积极积极相信，靠人家你是相信。低嘅人暫時向前，衰嘅人暫時向前，老嘅人暫時向前。如果怎樣就會行？上帝有上帝旨，上帝旨都有上帝愛。因為都上帝就會行，耶穌愛我。阿門。都上帝耶穌愛我。但耶穌愛我，一有我必辦，也都是俾我。所以我苦的人生你会感谢主，我甜的人生你会感谢主，我心酸的人生你会感谢主，我到底落的人生紧张的人生不会感谢主。我知道要说什么，你无做强的人就是无条件的人，你无做强的人不是业绩的人，因为无做强的人对我无益处的人，你会要说什么？谢主，兄姊妹，若是讲你要享受，对自己才好过，才会真正平安。所以从个开始就要学享受过程，来讲享受过程，享受天后，享受磨练，
大家日子不平安，不能祝福，阿妹咯，大家一起加油。